伊利的酸甘蔗啊，嚯、哦，我流口水了啊、哦，流口水了、哦，哇，嘎浪吗？给我来泡啊，要嘎浪，真的很赞哦，不开玩笑。哇，这个是 Five Star Hotel 的伊干迪格拉萨。有姜有蒜有紫天椒，然后呢有一粒的这个风干大葱，然后这个是黄梨啊，然后 一根的红辣椒，过后呢一根的香茅，两片这个风干叶，一粒苹果，苹果我们用半粒罢了啊，然后青瓜，然后这个就是芹菜 OK 新鲜的鱼妈油啊，酱料啊，这里我们有 Maggie 的辣椒酱， Maggie 的番茄酱，三汤匙三汤匙，然后 Maggie 的蚝油一汤匙，然后这里是半汤匙的鱼露，然后一汤匙的糖，150毫升的水。OK， 香茅，香茅呢，一就是给它这样整条，或者是可以开二，然后姜。这样我们切。姜片呢、啊？蒜片，我们全部呢尽量切给它方粒形的，然后蒜干我们这样切，我们要它籽而已，然后中间那个部位我们不要，这个中指可以挑一挑了，不要。OK， 这个也是一样，黄梨我们切方形的，苹果啊，OK， 芹菜我们也切一切，虽然芹菜呢我们是最后才放的。OK， 风干叶我们八边边啊，放这边，中间这一个不要。这辣椒呢，我们就开一半，红辣椒，红辣椒我是装饰用的。好，够。这个起法呢，就是飞机型的起法，爱吃什么鱼就什么鱼咯。好，放那个石蛤是最美了。这个煮法石蛤是最美了。因为石蛤啊，当我们炸到它脆脆的时候啊，它的肉不会老，还是保持滑滑的、幼幼的。OK， 这里啊，我们下刀，目的就是要拿掉那个中间的骨。OK， 看到吗？然后我们要放这个砧板边这边啊，把这个骨拿出来。OK， 这样我们就起了这个鱼的了。过后呢，我们就给它拍一点粉上去。拍普通的那个生粉就可以了，然后玉米粉啊，或者木薯粉啊，或者面粉啊都可以，没问题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很香，细别胖啊。OK， 好，就下这一个头部先。啊，整身蒸不完了、哦、这个，哦，蒸得完我刚刚好哦。啊，保持开着大火，啊，炸到它脆为止。这里我开小小火，预热一下锅，一直保持大火啊。这个炸出来哦，你看啊，你们用这样的煲来炸鱼啊，有一个好处的啊，就是不要大条锅头了，就是差不多这样大条的。等下炸起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鱼是弯的。看到了鱼是弯，当我们煮至淋上去的时候啊，中间它就装着那个黑马，就很美了，看起来。哇，赢哦 ！OK， 一点油下去，然后我们就爆香我们的香料。OK， 爆到差不多微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加入其他的。给它煸炒一下，如果爱吃辣的可以加多一点辣椒下去啊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
水，番茄是蚝油、辣椒酱、鱼露、糖，哇，这个酸甘汁，哎呦，正啊！伊利的酸甘汁啊，哇，正不正？那煮好了，我们就放风干叶下去。风干叶放了下去，我们就不要煮太久。OK， 煮到好像有点浓稠了，然后好像酸甜汁这样了，就 OK 的了。这里我们给一般的芹菜下去煮一煮。哇，我流口水了哦，流口水了哦。哇，嘎浪吗？比我来泡还要嘎浪，真的很赞哦，不是开玩笑。再来点芹菜，哇，然后四周围呢，我们就给几片下去装饰。哇，这个是 Five Star Hotel 的一干地格拉斯啊。